通过一个操作简洁的开放式平台，集成管理您的门禁、警报、视频监控、消防和对讲系统。这就是 PACOM Unison 系统 ，Unison 简单、方便、智能、整合。其可用性和简单性是成功管理该系统的关键所在。Unison 直观的操作界面让您信心十足，一目了然所有动态，随心所欲控制导航方向，快速有效做出警情响应。您可使用 Unison 高清图像、讯息应答和实时互动图标，确认设备位置和状态。常用属性设置，例如时间表和节假日，均以图形显示，解读简洁明了。Unison 工作区让您客制化用户体验，可以根据用户具体职能与偏好详细设置界面。工具栏、选项菜单和模板都可按需调整外观和位置。Unison 系统内的身份管理系统简单易用，让您通过用户管理模块迅速登记人员信息、采集相片和签名，设置多重认证资料、授权发卡。额外的自定义栏位给您更多选择，更可以连接企业人力资源应用软件，同步更新身份信息。消防和入侵报警系统通常有成百甚至上千个设备，逐一设置这些设备或节点，不但非常耗时，而且容易出错。Unison 提供一键式智能操作，轻松上载子系统的全部设置，从而大大提高启用速度，同时将出错率减至最小。一键式智能操作还扩展至 Unison 的图像地图生成。CAD 导入向导在加载过程中，以智能方式将 CAD 绘图标记与系统设备连接，避免了逐一加载设备并按图放置带来的繁琐步骤，为您节省大量时间。Unison 开放式体系结构支持 OPC 和 OnWave 等标准，使其能够灵活地与第三方子系统整合，实现价值与效率最大化。全面支持虚拟化、数据库集群和复制。Unison 的设计尤其适用于对可扩展性与可用性有极高要求的应用领域。开放式体系结构加上最新点 .NET 技术，为无数顶级企业带来了深度和丰富的集成功能。简洁、智能、集成。Unison， 让安防管理事半功倍。